chaîne.有可能诶，这样怎么看有没有重？哦 ，error 诶，或是看这边，应该是还没有重出来。你可以看那个装置管理员，装置管理员，看他有没有什么的。电脑硬件，装置管理员。所以还没有装，这个不是有光碟啊，那就直接按右键按无线驱动程式，这个吗？对，然后选光碟目录，光碟目录，浏览电脑上。哎，我已经把它勾到硬碟了，就看对。光碟里面全部装的，是这个装的，这个。没有，不行。有光碟也还在，还是同光碟啊。跟 Win8 应该没关系。Win8 应该是可以。还是要先解除再重来。进来，都进来。这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？这那 system 在那里下雨，所以在 system 在那里下雨，是驱动，这两个人是驱动，运气，八。
死我也是需要的角色。没有啊，这个这专门应该还没有弄到一种死，就是专门的。我们有这个 Win8 可以装吗？可以啊，可是它装不起来。不是 driver 装不起来。driver 装不起来，这是4.32，应该是六十。那它是那它这样的 driver 它会怎么装？你是我们的货装不上去。不是 driver 装不上去，装不到 driver。啊，你的 driver 装不上。Win8 是有是有装过这种东西。Win8 我有啊，我有用过别人的电脑 Win8 的。你怎么死？所以你之前 Win8 都不有什么样的？我有跑过跟看的用 Win8 的跑过。所以他现在是说取得更新。他都说不行。外国人，是不是我忘给你的专业放错？我放到 B 来也是。B3 应该不会穿，可是应该没有分大小版的那种。对啊 ，B3 是没有分。可是为什么只有一个 driver？ 那这可能是32位的，因为应该有分32跟64的。哦，因为我是用那个丁总给我的。对，所以他可能会不会是他的程式很难去。我在觉得，对，应该可是我们有过吗？一年前。哦，去年。一年前不发，因为我记得 driver 有分那个六十四，为什么没有分？啊，不过打板子吧，不要。哦，没关系，交给大家。先试看是不是，试的话就在他整个公司和资料都。后来应该有，所以六十四跟三十。啊，可以，因为那个应该是之前20。所以我不太久，就是我们八点开始放的，2011的，2011 Q 二，那时候还没有，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做，做那个专的，应该那个专的是谁？那就那你整套给他装，就整个更新后面，放一个资料给他。所以看你可以移除再重装会比较细。
其实都可以用。软体其实会用的系统跟我们都有差很多。对，那其实没有差很多。应该就差一个大数运算的。那时候应该有。2011年也有。有啊，那个年代就有。哎。Win8 比较闪亮吗？渐渐变得乖。不会啦。Win8 Pro 我都没有过了。难不倒我的。我一开始用我真的不会用。我都是找机会帮人家买电脑，有没有顺便接他来玩。我只知道每次就按这个 Windows。耍机会啦。对啊，不知道的时候就按 Windows Q 啊。对啊。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就按 Windows Q。哦， Windows Q 会跑到应用程序。就是搜寻你要的搜寻要的。我就记两个关键词。就是 question 嘛， question。那我们把扣到第一个部分。这版面有什么？这是之前。对，这个是我刚刚把那一块光碟扣进来。哎，那这个就是。不会搞的。会用到功能之间。把新的光碟中心优先投进来。啊，你是都用同一个程式在用？不用吧？我这应该是2013年 ，Q 2013 Q 3。专业的正常吗？对，专业的。Raycon 应该也抓得到。Raycon 还没有放到作业。我从那个点到某某东西去了。啊，连那个 TFC 点到 AutoFC 关闭。然后，对，我点到那个相机，我要滑过来。因为触控屏幕是这样的滑，滑鼠。我都是这样按右键啊，并到桌面，并到桌面，然后按右键，并到桌面，因为你要执行好几次，就你要在这里执行的时候，它并在这里你比较好按。每次要去导一次那些什么，每次都按 Windows 键又回来的，对，我都是把它并到这里，所以应该就有了吧，对啊，出来了，对，这样就可以，啊，拜拜。驱动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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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就是之前的课程，就什么学校什么时候投影片跟那个，这是投影片，已经都扣到里面了。对，然后跟那个课程，因为他们分好几天上，好几天来第一节、第二节、好几节，上个外面上好几天课。我因为他们是有一个什么计划，什么业界讲师那个什么，有经费的啦，所以才有帮他们讲。拖的是不用了，用装好，用金装好装，不要装身体。再继续。应该就可以。我先把刚刚的。对，不小心我们都录进去。对，不小心对。